大家早安哦，我的声音不错呢。大家早安，要开到煮吗？买了一个900块的，送你两个红包。猜错了是吗？哦，不是。是两天很辛苦的红包吗？怎么那么贴心啊，我好开心哦！我要等大家进来，我再发我那包红包。怎么样？大家有没有很开心？很开心，我跳，噔噔噔噔噔噔。哦，你没有猜，你没猜，原来是假的。买了一台900块的相机，想说来试试看。是给小朋友玩的那种，有电吗？来看看有没有电。嗨，星星跳，哟，我今天健健康康，虽然我的身体很像被拖拉机碾过，好。月月还没来，怎么办？成功付出，对啊，希望可以，希望可以什么？对啊，我成功付出了，我在想什么东西？看一下有没有？好可爱哦！那整个地毯扒起来了，真假的？哎，还没加。不是说会付记忆卡吗？啊，记忆卡嘞？记忆卡嘞？要用我自己的记忆卡吗？不是不可以啦。但记忆卡要放哪？它是小的记忆卡，怎么办？所以没有办法拍是吗？哇，现在不能用，它是小颗的记忆卡，它是这种小小片的记忆。啊，我本来想说拍拍看呢，感觉很可爱，感觉怎么样？有 Y2K 的感觉吗？啊，那我就不玩，拜拜。OK 了，哎，还是它的记忆卡小小一个。我以为大大，就其实小小。他说会付记忆卡，记忆卡嘞。记忆卡嘞。没记忆卡。骗人。他说会付记忆卡。骗人。Hello， 大家晚安。一早在忙什么？一早在咳咳，我想说在等大家进来的过程中，先来开箱我这个最近买的这个儿童相机，专门给小朋友拍照用。然后它是900多块，对，然后它开起来是这种，像小朋友这种，很可爱耶！我那时候看上去太可爱了吧？今天早上起来哦，一般轿车，没有，大概是那个修旅车，影片迅速的都发完了，很开心，我很开心。欸，我这个不会弄穿过去，糟糕了，这是不是要用什么针之类的才有办法穿过去？不会用，好好笑。太久没有用这种需要穿过去的那种，忘记怎么用，怎么用？忘记怎么用了，穿啥？什么东西穿啥？我穿啥？穿啥？啥了？
你昨天得意的小笑会不会笑得太夸张？唉，我昨天很伤心，我昨天比我想象中跳错的多，但就是小错啦，比较大错的应该就是爱着你吧。因为你知道吗，爱着你那个时候，大家脑袋直接空白，想说，完蛋了，原子族，你是往右转还是往左转？算了，不思考了，按照身体的感觉来。然后我就这样转，我转错了，这样，来吃吧。浪漫火箭你被挡住真的很好笑，浪漫火箭我被挡住是哪一段？但你跳的比想象多哎，只有前四首没有哎，没有，我恋爱倾向也没有。对，就是好，你看这个有没有很可爱？我觉得他画得很漂亮，我就买了。很喜欢。被挡住后还跟嗡嗡对视小凡，哪一个啊？嗡嗡，我被嗡嗡挡住吗？本来看 MC One 站位就一直在猜你是不是跳荣耀日，荣耀日是什么 ？Glory Days 吗？大家以为我跳到 Glory Days 是不是？没有，其实我最想跳的是钢琴家。恭喜你健康的度过这几天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的爱戴，我很感动。我这几天小跳错的时候，林一就会这样，用眼神很想，然后就说他怎么这么温柔。话说温布顿，你居然抢了仓鼠的黄色，不行，我必须要跟大家讲为什么我会穿黄色，因为那件小到我没有办法套进去。所以你到底忘了什么？我忘记带我的外套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忘记带的东西有一大把，然后我忘记带外套，很大一个。然后我跟你讲，我那个就真的没有办法不拿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只能硬着头皮说，这是我的，这样。对，蓝色我穿不下去。安妞，王牌必经之路哦，谢谢。天气这么凉，还忘记带外套？对，因为我那天穿。那个 Blackpink， 然后就是直接穿了 Blackpink 就觉得很暖。Mina 心心念念的黄色，对啊，没办法，因为我真的穿不下去那个黄色，我那个真的，他那真的太小件了。我黄色其实都已经被姐姐说，她说哎，怎么穿在你身上裙子看起来比较短，我觉得超好笑。好啦，大家进来了吗？我要发红包了。我只有读书一个，我当然不是跳钢琴家，我是跳温布顿，我是跳噔噔噔噔噔噔。对啊，我比较高。你看，我还买了这个凡尔赛风，为什么还有几张是背对？我觉得很好看，哇，但很丑。开心，他说什么？喂，脚船是烦恼，对。那我还有一个烦恼，大家有发现吗？今天有点好看吗？今天素颜。我跟你们说，大家有发现我们的新衣服吗？我的新衣服也有一个小小的困扰，就是我在跳的时候，他们大家都是西上袜，可是我跳一跳，跳一跳，它会变成西下袜。但是我发现林一也有这个问题，他跳到后面也变成膝盖上面的，就是真的膝盖袜，他变膝盖袜。有跟曼玲跳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这次也很少跟曼玲讲话，我这次公演比较熟悉的是跟依萍，因为我们坐在一起，跟依萍变比较熟，她是个可爱的，有点鏘的一个女生。
笑死我，一直在看你拉袜子。对啊，真的，他在跳一跳，然后我想说怎么办，他已经要被吸下袜了。腿太长的奢侈烦恼，对，因为你太瘦了卡不住袜子嘛，应该不是。一品也是个超级谐星咖齁。对啊，会不会变成嬉笑怒骂？什么是嬉笑怒骂？午安，早安，早安，这位老易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震惊。他真的超好笑，尤其是又跟他 MC， 我真的觉得他实在是一个太有趣的小孩。超级是你家的哦，我没有说。你没有说哦，你没有说，哈哈哈。啊，但是很开心。而且我们家城堡来看我们，大家有发现吗？有人是最后才发现城堡他们来看我们吗？但是那个我必须说，那个耳夹式耳环哦，我的耳朵真的超痛。妈咪，你在吃什么？好妈妈，他们很大声，不用，我的馒头还没吃完，我刚刚就去睡觉，我永远看不出来他们到底有谁，没有，因为我都专注看表演，你在专注看表演吗？我知道法法跟美玲，真的，法法跟美玲，我永远都看不出来到底是，有人偷带来宾。特别来宾的应援物哦，谁偷带？我在讲什么？谁偷带特别来宾的礼物？星期天真的很棒，谢谢你们这样子鼓励我，感动。谢谢吉米州的香槟，哇哦，很想看，但都包了紧紧。好，那天他们还去吃饭，害我很想去吃，但是不行，因为我们要，对，我们不行，所以我们就没有去吃饭。约下一次，也没有看到你跳错啊，你常常出现在我前面。哦 ，no， 好哟，你们就在开 party 啊？什么东西包紧紧？就是我们的特别来宾们都包紧紧。等一下，我记得有四个人还是五个人，发发，啊潘娜潘娜，潘也有在，因为我在看欧欧啊，好那就好那就好，笑死，楚楚没有跳错吧？哦，谢谢大家，有啦，我有一个地方跳很大的大错，就是那个爱着你转，到底是转哪一边？我应该是转。左边才对，面向最后要面向左，应该是往左转。不对，我应该是右转，最后转说面向左边。没有，我有看你，但我觉得你气色超差啊！真的吗？我气色很差、哦，我那天你讲了，我应该就有印象了、啊、你的气色是用粉打出来的。那天晨晨说，晨晨一看到他说：“原主，你的腮红怎么打得很？”妈妈可以帮妈妈可以帮我拿馒头吗？馒头在哪？在厨房里。他跳掉了，他在我讲话讲一半的时候自己闪退了，我手指头甚至没有碰到他。什么意思？如果刚刚没有来的人，是不是就断勾勾了？哇，那我只能说对不起了。すみません。跳掉？对啊。不知道，自己跳掉。Thank you。需要水吗？呀。喝水就好吗？嗯。没有，没有。对了对了，哎、欸，你奶茶没喝完。那我要奶茶。嗯 ，Thank you, mommy。我买了
五十、十五、二十、二十五、三十，买了三十颗馒头在家里吃。因为食堂没有哈，啊，对对，我跟你讲，我调了十点四十分的闹钟，结果我起不来。哎，觉得怎么让我这么眼睛睁不开，眼皮好重。应该不会断工。三十颗馒头不错，我买了有糖无糖，哎呀妈，犯傻，有糖无糖。冷冻可以很久，对啊，圈圈在睡觉嘛，没有。再说一次腮红，晨晨说，晨晨说，袁叔叔，你的腮红怎么看起来很像打得很像酒醉？哦，所以是因为我，是因为我讲酒醉，所以被闪退是不是？被关掉说，哎。不可以讲酒，这样是吗？陈宝说的都是对的。哎、欸，你们怎么这样？我说没关系，吐掉一点。我真假的没关系，啊，吐掉一点，没事，不要喝酒。像昨天跳完的时候，已经有一点精疲力尽了，没有力气说话。只跟陈宝拉累了几句，我又没有力气再说话。昨天在公司是不是喝很多？喝很多啡。不要，没事，不要喝酒。很好笑，超好笑。你说要戒什么？有人跟我一样超级喜欢吃山东大馒头吗？我真的觉得山东大馒头超级好吃的。银色。等我一下，回一个问题。阿兵哥假馒头，谢谢花好的蜘蛛网，现在蜘蛛网也太不蜘蛛了吧？还有乌龙，还有啊，我的红包！我要重新等大家进来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芋头口味的？当然有啊，可是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很少地方有卖那种芋头馒头？现在都是芋头切馒头比较多，但是我也觉得可阳芋很香。苏打几大一阵沉默，太好笑。我以为你要说自介完熬尾，不是那时候不是说要说平生吗？然后就你们大家就静默，然后想说，哎、欸，怎么跟说好不一样？我是说你们要说平生啊，我就说再讲一次，然后就再见，然后呢，这样你们大家才说平生。我说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陪我玩。我刚国小附近的啊，啊，真的吗？完全不知道这个，表示乌龙在直播间的时候都没有专心听。可以。好的，平生。大家吓到了。一开始没有听懂，平生是什么鬼？不是，是那个平生的平生。因为想要听你再说一次啊。太宝很会说、哦。不可以。他很忙，没有空。跟播啊，别这样子。对啊，你都忙了去日本，忙就这样。
痛。谢主隆恩吗？我没有讲谢主隆恩，我说谢谢大家。那好的，屋好好哦，对啊，屋好好。好啦，大家都到了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到了，我就要来发红包了。这是我欠下的红包。来 ，everybody， 这是我欠下的红包。我在昨天工作的修图。为什么下个月不能看我直播了？你又要去日本了？谢谢红包。说错，说错是什么？开心，干虾红包我不客气。你又猜对了，笑死！你好坏，揍你屁股！妈咪，你在忙吗？啊，好，那我就不吵你了。嗯？他在咬门，我现在在把他不能动。好，把他禁锢起来。谢谢艾萨克，谢谢欧比王。好好哦 ，Uno 带我飞，好好哦，感觉 Uno 就对日本很了解，好想出去玩，可是不行，我现在还有什么东西都不能乱吃。猫咪怎么了？猫咪在咬门，所以被竹妈圈起来，抓住。走啊，等你毕业啊。这话不能乱说。嘉义大学你有出场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今天又有一颗小星星，对，今天只有一颗小星星，其他颗都消掉了。对，其他颗都消掉了，但是这边还有一颗。我带你跟欧欧一起出去玩。嗯，现在都不能讲，现在都不能说，没有啊，没有。Uno 好好，我现在连护照都没有，我护照也过期了。谢谢米凯，惊喜。乌乌组一团啊，直接开一个Uno 日本旅行团。月月是迟到还是没来？你说我嘛？月月我迟到，团费9999，9999算便宜吗？还是贵？小易，所以你的公演分享完了吗？就是我自己有跳错几个小地方。9999机票加住宿差不多，等毕业啊，组一个二期旅行团，一下开放报名，二期生全部报名，报名，谢谢呜呜，好想出去玩，真的好想出去玩，可是我要先赶快把身体养好，因为那个出去，然后就有什么东西都不能吃的话，我会哭哦，我真的会哭哦，我真的会 cry 哦，我来看大家跟我讲的小秘密是什么小秘密。你当分母就好，你不能吃没关系。什么意思？然后那时候我跟林一他们，林一跟易云在那边说想要去日本玩，然后那个林一跟易云就说可以啊，到时候如果你身体不舒服的话，就是我们会把你丢在饭店里哦。我就说你们也太狠了。他说我们没有要等你哦，我们会自己出去哦。超坏，真的超坏的。他们真的超坏，超级真的超坏的。亲爱的午安，午安，超冷血，不愧是林一，林一就这样，你身体要养好哦。出国就住饭店，我会跟欧出去买东西回来给你吃。但要买健康的食物，很像林一的个性。对，现在时间差不多，可以开始准备明年二期的旅游计划了。欸，什么意思？他们都没有学历，出国一趟不能浪费，笑死！主持人好美，开心，真的蛮开心的。嗯，真的很谢谢，就是大家对我这么
包容。好啦，我等到时候公司的那个检讨影片出来后，我再来检讨我自己。欸，但是大家有发现我是绑双马尾这件事情吗？就是双马尾，不用担心会买便当回旅馆给我吃。嗯，有发现我们三个都是双吗？就是我跟米娜跟林一。有啊，最近没有商演了嘛？最近有那个叫什么？开幕战有啊。哦，现在还没有出过国，你要包容哦哦。好，祖祖我超级玛丽欧兄弟惊奇破关了，怎么办？再买！我想真的很想知道是那个霍格华兹的传承什么时候可以出 Switch 版本啊？我真的很想买，如果有出的话，大家一定要跟我说。我真的一定要买哦，我没有办法等哦。无限偶像季没有我，无限偶像季没有我，能说才说，不要爆雷。OK， 11月26号也在新竹吗？对，11月25号、11月26号，院竹都在新竹哦。大家如果有空的话，要记得来找我哦。等一下，我要找一下，他叫什么？霍格华兹的传承。Switch 的版本吗？这出了是不是？上 Switch 很难吧？会优化到变成方块人。有了欸，我看到淘淘出了，淘淘出了。欸，不可能，他有那个Oh my god， 我要买这个。我看到淘淘有卖，真假好扯哦。预购而已嘛，可是他11月14号到20号会出货欸。妈妈，我想买霍格华兹的传承。传承什么 ？Switch 的游戏片，然后他有这个。在哪里有卖？淘淘。什么是淘淘？好，那我买喽。好。我还要买圈圈的那个梨氨酸，前阵子开始预购，它剩下三包还两包的样子。11月25，你喜欢南边还是北边，还是都喜欢？我不知道，我还不知道，我现在也还不知道。淘淘，笑死，好羡慕哦，妈妈都不给我买游戏了欸。我的娘亲是那种，你要买游戏是不是？那你不可以只买一个，你要买很多个。我说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才可以打折。偶像像小孩一样撒娇吗？因为我是人类啊，没关系，哥哥买给你，竹马买啊，自己根本没有空玩游戏，哭啊！我不管，我要玩，打折优先啊！打折优先是什么意思？竹马好客家哦。哦，对，讲到这个，我们那个时候，我不是说为什么我们被处罚吗？我们就是。公演结束的时候，不是三个人在那边，我是什么什么吗？因为我忘记带我的外套，然后那边明明就有一大把，有人忘记带梳子，有人忘记带水壶，有人忘记带什么什么，然后就大家都没有人要认领，然后结果我认领了我的外套，然后那个张雨林认领了，我不知道他认领他的帽子。你的购物就是竹马脸出来的，真的。然后反正就是后来我们三个人，然后依萍好像小迟到，然后我们三个就说好，我们要处罚，我们就在三个说哇，超级健忘症，因为我忘记带两个东西，忘记带我的绑头发跟外套，好像被我说我是超级健忘症，忘记进去打扫了。然后反正就是因为这样，然后我们就被处罚。王菲，你是艺人，买游戏也没办法。为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唉，太好笑了。我们真是一群小白痴，但很开心，真的很开心。买游戏耶，有折扣码吗？没有啊，为什么会有折扣码？哪里可以买折扣码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什么。
希望我的月月赶快，月月来了没啊？我是说人类的月月来了没啊？哎，我讲到月月，月月就来了，该代言了吧？快点 ，Switch 找我，明年买 PS5。Switch 有没有要找台湾人拍广告啊？我可以哦，找我们哦，找我们 TP 哦。哇，这个召唤，月月拟人法。如果有看到晨晨抱一个娃娃，那是我最后丢给他的，真的假的？他有跟我说，我说怎么那么好，先挂着。然后我听说大家最近就是蛮喜欢三丽鸥的所有一系列的东西，怎么那么好？然后我必须要跟大家讲，就是那时候大家就有问我说，我最喜欢的三丽鸥角色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，要跟万代协商。我现在是要注意游戏片买超过20片。好，没有了。我觉得买游戏片没有什么，但是你买了一定要玩，对。你喜欢美乐蒂吗？再猜，每个成员都有最爱的三丽鸥，对，还是那只羊？猜猜看，我来看一下三丽鸥所有的角色。你去找门啊，你就是被我抓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你只要找门，你就会被我禁锢。一直找门，就被我绑起来。好恐怖，你们有没有听？三丽鸥角色哪里会写啊？2022重大发表，三丽鸥角色，哎，我的没有进到前十名，哎，好伤心哦。嗯，你家小圈圈，嗯，七为什么直接跳七啊？一二三四六。七五为什么没有六？嗯，这是什么排法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，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四十四，那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角色？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。猜猜看我喜欢什么？看一下有没有人猜对。三丽鸥有大象吗？你好像很喜欢大象。我有很喜欢大象吗？三丽鸥有大象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欸，看一下，好像没有。猜猜看。我除了游戏还喜欢猪猪，谢谢。好奇怪啊，为什么好像很少人看到喜欢 Kitty 的，啊？我小时候很喜欢 Kitty。嗯，库洛米是城堡的，对。我都花钱买游戏，为什么要花时间玩？嗯，玩了一定要破关吗？对，玩了一定要破关。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月月喜欢哪个，月月喜欢哪个。不是那只羊，那只羊不是。让我猜，跟晨晨抢库洛米，不是。我没有喜欢库洛米。珍珍喜欢 Kitty 啊？哦，珍珍喜欢 Kitty 哦。祖祖喜欢哈利波特，我觉得我跟那个角色蛮像。你喜欢皮卡丘，我跟小晴一样喜欢双子星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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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讲，我跟他真的超像。快点，快猜，快猜。不是双子星。我觉得大家应该很少会知道这个角色。我会知道这个角色是因为竹马以前很喜欢。哎，我在那这样大家应该就知道了。竹马应该会很竹马很喜欢，然后所以我也很喜欢。
第几名？51名，胖胖猪，好可爱哦！胖胖猪也很可爱耶。我小时候好像有一个类似的猪的那个图案，对不对？我以前小时候都超爱画那个猪的。猜猜猜猜，我喜欢什么？不是帕恰狗，我怎么知道祖妈喜欢什么？之前祖妈有讲过啊，对不对？蛋黄哥是那个的，三丽鸥的。我知道祖妈以前喜欢什么，你知道？啊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对三丽鸥不熟，你们去查三丽鸥的这个排名，有每个地区的排名。是啊，第十三名。什么东西第十三名？不会是大眼蛙吧？不是。对啊，我之前也知道，我之前也不知道蛋黄哥是三丽鸥的，反应跟我刚一样。对，我刚也吓一跳，说蛋黄哥是三丽鸥的。帕恰狗嘛，不是帕恰狗，帕恰狗是队长，不是头目，是队长啦。客气，哎，苍苍，你是不是知道以前竹马喜欢什么？没错，我最喜欢哭泣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竹马以前非常非常喜欢哭泣了。我小时候我妈妈车上都有一只大大只的哭泣了。不愧是苍苍，同居但没有三丽鸥哎，苍苍是里长啊，哎，苍苍真的很强哎。蛋黄哥曾红极一时，但三丽鸥后来没认真推，应该也不是吧？就是在我好像在我高中的时候，那时候超红。你现在眼神也跟哭泣儿一样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一定要念他的自我介绍给大家听。酷气儿资料，然后他那个性别男，出生地点美国夏威夷群岛的胡欧岛，性格有点固执，爱闹脾气，个性别扭，带点任性，自我又放肆。有没有很像？很少听到女生喜欢酷气儿哎。然后他的志愿是当上老板，嗜好专门收集反派明星的照片跟仗义直言，喜欢的食物跟我完全一样，就是高级寿司。但他是有特别讲，他是银座的高级寿司，但是我只要是高级寿司，我都没有，也不用高级，就是寿司，我就很喜欢。跟拉面，我也超级喜欢吃面食的。然后他最厉害的绝招就是蹑手蹑脚的偷偷溜走，但是我那个完全没办法，我太高了，一溜走就被发现。这根本是你吧？我只超喜欢酷奇尔的，酷奇尔就是你。就是我本人，高级寿司，我不用吃到高级寿司，我就吃新鲜的寿司就可以了。对，我超级喜欢他的酷奇儿，因为我妈妈很喜欢他，然后妈妈就影响了我，也很喜欢酷奇儿。像吗？用你的人格去创造的吧，影响你变成酷企鹅，影响我变成喜欢的酷企鹅。夏威夷角色喜欢吃日料，好冲突哦，超好笑的，超好笑。所以你是自恋吗？没有，就是我是因为跟竹妈一起，所以我才喜欢酷企鹅。结果没想到酷企鹅的个性跟我超像。你刚刚看起来像两只眼睛都是迷你的。好，那我眼睛睁开。好难哦，眼睛睁不开啦。什么时候酷奇儿这么可爱了？酷奇儿很可爱哦，我也觉得超可爱。你嘴巴要变成三角形了，我刚刚可以。但是就说眼睛很像，眼镜很像还是眼睛很像？
好可爱哦，哭泣了。他眼睛不是应该很拽吗？我查哭泣了，哭泣了超可爱。嗯，哭泣了，嗯，好可爱哦。哭泣的桌布哎，好可爱。他眼睛真的超，就是他是这样。然后这样，嘴巴一点这样，好可爱哦，越来越喜欢。怎么看起来快睡着的眼神啊？我那天遇到阿潘，怎么没有跟他讲？那天阿潘他抽那个三丽鸥抽到哭泣了，我应该跟他说，我喜欢哭泣了，你可以给我。好玩是好玩，马里奥游戏难度一样折磨人，真的吗？马里奥游戏会很难是不是？我没有买马里奥单机耶，马里奥我都买家庭的那种玩的那种，对。但我后来忽然间想到，霍格华兹的传承，我要怎么买那个手把？我买那个手把也没办法换啊。我买那我的那个单机游戏都是用 Light 玩诶，算了，不要买那个好，不然浪费。啊，等一下跟竹妈讨论一下哦，马里奥单机要收。全要素有点麻烦哦，好玩是好玩，马里奥游戏难度真的是蛮难的，是不是？我怎么看起来是快睡着的眼神？你说我的，你说是哭泣了的眼神是快睡着，还是我的眼神快睡着？如果是我的眼神快睡着，那就是情有可原。你想接电视玩哦？好像也可以耶，是不是也可以？我是不是有遥？妈咪，我有那个遥控感的那一只吗？有对不对？就是 Switch 的那个，不是这样，就是装那个机器在一个。知道。我看一下。哎呦！啊，我觉得我的大腿跟屁股跟腰快要断掉。妈妈在这。哎呦喂！我有遥控感呢，好好好，就是把两个手把放进去就可以打两个，对，那就不用买了吗？就不是啊，就要买那个买什么霍格华兹的遥控，霍格华兹还有遥控感，有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是魔法师啊。好像是一开始就有副手，一开始就有副手。不要笑 ，Steven， 到底是谁？买那个就是一个仪式感。我的小宝贝，圈圈的毛有变长吗？圈圈，你变长毛猫了吗？是吗？你要给大家看你漂亮的脸脸是不是？哦，你被吸引走了是不是？宝贝。嗯。取消快手都没开哦。因为现在的时间嘛，你看十二点有没有看？已经十二点，没有开。还有啊，还有八分钟。好，那已经睡觉，再等八分钟。嗯。宝贝，我好爱你。妈妈，她身上都是你的香水味，不可以。圈圈眼睛睁这么大干嘛？我怎么可以？我要怎么样才可以逃跑？要冲了，要冲了！在开会差点笑出来。最主要是我刚才在。我妈说为什么没有买？因为我说我是魔法师啊。我妈就说我有病，你身上有塔的香水味，是这样唱吗？
妈妈，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，这句怎么唱？不知道是哪首歌。哪首歌？我肚子饿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好中二，乱讲一通。霍格华兹的晨晨，他有 Switch 的版本，呜呜耶，呜呜耶。好中二，乱唱。我要开始玩 Switch， 因为我要玩霍格华兹的传承。Oh yeah, oh yeah， 霍格华兹的传承。Oh yeah, oh yeah， 它是14号上市，是不是？就是明天上市，是不是就预购？是不是？它竟然有那个鹰嘴的，它是鹰嘴吗？鸟嘴？鹰嘴？我忘记它叫什么了。的坐骑的这个呢，好帅哦！预购特点，但是我蛮想要的，可是好像它只有这个哦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这根本就是中文版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预购这个，我不管，我就是要预购。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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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然后预购的还有那个，我要买什么？离氨酸。对不起，大家等我购物一下哈，我需要买一下离氨酸。对啊，当着大家的面购物，会很过分吗？大家？不是这个肉肉，是利安酸。111不是过了吗？111过了，不妨碍我购物的事情啊。你也哪有好友？我那没有看，你怎么购物是今天？啊，糟糕了啦！妈妈，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忘记了。我们应该要在昨天的时候预约。你可以预约看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他直接一分钟就预约完了。出来，妈妈。没办法，来不及了，没办法，没做就是没做。我抽那个名额也没有抽到，我没有抽到名额，名额没抽到。好吧，那个算了。好吧。那怎么办？那我们要怎么知道圈圈的响？找别的老师啊。找别的老师哦。我跟这个老师没缘分是吗？没缘分。我完全忘了，我真的累到忘记了。买了啦，实况开起来啦。一秒冷静哎，可以开始笑你了。竹妈一脸尽在掌握中笑。一分钟就没有了，是什么演唱会门票？不是，是一个宠物沟通的一个很厉害的老师的样子，这样。买数位版了吗？又是一首歌了哎、欸，一分钟很无情的消息。预约什么？竹妈笑爆我哎、欸，竹妈笑声好赞哦、喔，剧情的转变，后知后觉。哦哟。可以，圈圈还需要沟通。对啊，宠物沟通是这样子预约的、喔。那就是那个老师很夯这样，然后我一直很想预约，一直很想预约。没有，因为他会，你知道他说他还会附赠一个，你知道他脑内的图，就是他的脑内的那个感觉的图，反正之类的。然后我就，我很想要，你知道吗？我很想要，
我是真的很想要，我直接找我朋友一生就可以做了。真的假的？你朋友做宠物沟通的？我也不知道哪里有宠物沟通。妈妈，那你可以再帮我问问有没有人宠物沟通可以讲一下就预约，然后他又做的不错的。因为他们有很多说，因为我之前有看那个小吴的，你知道吗？大家知道小吴嘛，就是见习外面小吴，他就是有在分享，就说他们找了两三间还三四间的那个宠物沟通，帮 Pumpkin 那个宠物沟通，然后他就说前两三个老师都说什么哦，就他很想，他很喜欢什么你睡觉啊，什么他都觉得很开心啊，什么喜欢你，什么喜欢你们多多疼他啊什么的，他就说讲都太笼统，他们就觉得哦，小吴去上班，不是见习完美小吴这样，我朋友算口碑不错哎，那是可以介绍给我的吗？我这样去有什么任何不好的问题吗？我也不知道哎，试看吗？一堆有一点就比较笼统啦，然后他就觉得比较没有那么，然后但是因为他说我为什么会找这个老师，是因为那个时候见习完美小吴说，他说这个老师讲的非常的好，就是怎么个好法呢？他就说你们是不是有几个人在照顾他，然后是不是有几个人比较不常照顾他，几个人比较常照顾他，然后每个人的照顾人的个性是怎么样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说你们是不是有一个什么门不让他进去什么的。然后就讲得很细节，然后就说因为他觉得怎么样怎么样，所以他想只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如果不想被出镜的话就可以介绍你。那等等好了，那等等，对也许对很快就可以了，没有啦，开玩笑，也许说不准呢，也不一定很快啦，就是也许一段时间了。Hello, hi, hello, 乌龙，不行啦，不行哦，不行就算了，我不敢，我不敢哦，那就算了。好了，我再找找看有没有认识的人有这个，对啊，我要出门工作了，拜拜。你说的出门工作不会是去日本吧？我现在拖着行李箱要准备出门咯。拜拜，出门小心，现在好像下雨，应该是今天比较冷，大家一定要多穿一点。听说今天下探18度，大家一定要记得穿衣服，好吗？出国去的，那厉害。拜哦，怎么可能又出国？谁这么爽？Yes or no？ 有，没有开哦？还是没开吗？是因为下雨吗？应该是下雨哦。好。吃。枸杞香菇水。吃。可以。好好哦，不要乱说。好好Uno，今天没工作就好好休息。对，我今天就是把所有事情都排开了，因为我刚刚真的起不来。我刚觉得我的身体像团拉古碾过一样。我今天要，大家知道吗？我星期六那天从下午4点多回到家，然后我就从4点睡到9点，然后起来12点继续睡，睡到隔天早上8点起来自己装发。然后准备去工作。对啊，嘉丽去富邦 Angel 了，欢迎大家多多支持哦。好好不是也要飞了吗？对啊，好好不是要出去玩吗？我跟栗子现在
是敌人了，是敌人了、哦。那你是哪一个？你是哪一队的？太保，太保，你是哪一队的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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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是敌的人啊！你们是敌人了，哇！敌人了，笑死！中信兄弟了，敌人了，糟糕！你是哪一队？我吗？我是篮球的，我是工程师。我跟栗子还是同公司的人呢、欸。真的、哦？你是富邦的、哦？我也要当敌的人。哇，那佳丽怎么办？佳丽要有人要保护她哎、欸，要人去保护她呢？有没有？对啊 ，Hello Rock。希望我今天可以那个来。我是工程师的人，你很棒。你是狮子君，吼吼。午安 ，Rock。栗子交给 Rock 了，好，没问题，交给 Rock 了。不对吧？栗子自己开公司的。应该是富邦的啦，应该是都是富邦的，应该是这样讲。Hello， 妈妈，很开心。你知道那天我们 AC 的时候，大家就说那个我们大家就是一致认同，就是大家明明就很想要接唱珍珠美人鱼，但是你们都没有接唱，就是害羞，都没有跟着接唱。欸 BP 你买什么 size 啊？我买 2XL， 然后粉红色 昨天穿的那件是好像 L 欸。陈思雅魏全龙，陈思雅是乐天不是变成陈思源是乐天不是也变成敌人吗？这个我不知道欸，珍珠美人鱼啊，我第二天没去欸，好可惜哦。第一天看三首彩排超开心的，对啊，为什么你可以看到？我不会唱啊，啦啦队没差吧？应该还好，中职一家亲，有没有听到？中职一家亲，不过你们站得很挤，你说那个吗？对，因为就是对，什么东西？要看哪一首啊？我手上那件我怕你会很大哎、欸，你买什么？你买2XL吗？所以你是统一师啦啦队吗？我吗？不是，我是工程师啦啦队，我没有啦啦队一家亲啊。对啊，因为我走邪门歪道，走后门，推推走后门。我好像 L 而已，那可以啦，那可以。我的那个也是 L， 我的那个叫什么？那个粉红色也是 L。工程师是篮球，统一师是棒球的。对，工程师只有篮球。对 ，Only two。嗯，但听说这次好像新北国王来势汹汹，因为有陈不是陈林书豪，对不起，林书豪跟林书伟兄弟，妈妈，我有讲错名字吗？林书豪跟林书伟，对不对？对，好。没事，我们也有看到彩排哦，大家都有看到彩排，嗯，很开心，看到很多背影哦。想看林氏兄弟，对啊，林氏兄弟感觉是来势汹汹，有点恐怖哎。希望我们工程师可以赢。为什么妈妈比我还熟啊？因为竹妈以前是打篮球的、啊。竹妈以前，妈咪你搞国中、高中、国中。篮球队，国小啊，国小篮球队，国小是篮球队，然后本来说一路要打上去，被外婆制止，说女生不可以打篮球，
然后我妈妈你后来就换成什么啊？啊，跳舞嘛，竹妈就后来就变成跳舞。跳舞跟篮球那时候一起学的。跳舞跟篮球一起学的。只准学跳舞。你那时候是被谁说篮球打得很好，要去哪里啊？在那个那时候，我爸公司里面的那个职篮的那个教练。哦，职篮教练。不是职篮啊，就是他是那个职篮下来的教练。哦，竹爷爷是怕竹妈晒黑吗？竹婆婆，竹的婆外婆，觉得女生打篮球太 man 了，打咩？所以就不行。照联盟规矩，国王可以排场外全外国人，为什么？国小没有联赛，国小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然后反正就是差一点可以去打那个竹妈国小，跟现在的国小不一样了吧？竹妈很厉害，竹妈国小就知道自己想要干嘛。我国小还在那边屁颠屁颠，还在浑浑噩噩的爽爽过，每天就是吃饱睡，睡饱吃，吃饱睡完起来玩，玩完以后继续睡，睡完以后起来上学咯。然后在学校一天这样，就过了。国小本来就是要玩的、啊，对啊，竹妈国小就已经在开始知道自己未来要干嘛，真的很厉害。好，国小开心，妈妈饭饭什么时候到？我还以为是睡完。我还以为12:30再去蒸那个菜。好，那我就播到20分念吧，然后30分之前会关。好，我还以为是睡完起来请假咯。睡完以后起来，没有，我是很认真上学的，好不好？除了偶尔竹妈会到学校说家里有急事，然后想说怎么了，家里怎么了，然后竹妈就把我带出去，然后就说走，我们去坐猫空缆车。你礼拜三8点了、哦、晚上8点，晚上8点，9点飞机耶。哦哦，你只能看一下下哦。哦哦，你只能看一下下咯。大家帮我的饭牌我都存起来了，很可爱。但我第一天的眼睛为什么如此的小呢？眼睛怎么那么肿啊？我第二天就好一点。但我第一天的眼睛是到底是怎么可以这么肿？第一天眼睛超肿的、欸。来台北吗？苍苍要来台北哦，但如果你迟到，我就不用看了。哦哦，我看一半。女生打篮球怕负担太大，但竹竹没问题啊，体力负担没有问题。竹竹不行，竹妈可能可以，竹妈的体能比我好很多。你的国小跟小雨的国小也不一样。对啊，小雨的国小真的是很精彩哎，我还以为是对。国小开心过，竹的体力真的没问题了。我吗？我觉得是灯光的问题吧，这样子吗？是灯光的问题吗？我觉得第一天我的眼睛看起来很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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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眼睛看起来小小的。我第二天看起来眼睛比较大，但竹妈说她很喜欢我的水光肌的感觉。小雨国小跟你一样，应该是身高，应该就是身高了。哎呀，真的跟我国小一样，国小的时候也是长160几公分，然后160几公分之后呢，那个就说什么，就说哎、欸、那怎么样啊？什么就说什么就是，把什么我一定是就是之后不会再长啦、啊、什么的。那要把第一天的影片删？不行，我要看，我那天还没看完。标记我的 reels， 我要来看。
这是第二天的，我第二天的还没看呢。我的那个第一句就走音欸，如果你我如果你也怎么会这样，发生什么事，我的声音我觉得不管是怎么样子的偶像，那天在舞台上都真的很尽全力，然后都表现得很好，超好笑。一零还摸小雨的头说：“赶快长高。”第二天很吵，真的、哦，他们有一直喊哦，开赌盘吗？小雨最后身高会不会比猪猪高？我觉得他会比我高，我都还没剪影片，还妥妥的躺在一堆里。好，来，接下来看第一天的。小雨说：“拜托不要再长高了，你没有听到很多奇怪的哭声吗？”我在听我自己的声音，没有特别仔细听。因为第二天我们人声开很大声，我就很紧张，我很怕我鼻青，所以我一直在听我自己的声音有没有鼻青。第一天我就比较没有听到我自己的麦克风的声音，所以就还好。
还不错，还不错。角度太阳了，第一天应该都是双下巴，好像还好，我觉得很棒哎。啊，声音逼车，收场。喜欢，完美，但我就差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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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我第一天有听到你们 A C E A C E， 我有听到，好开心哦！大家欢迎去看我的直拍，就会忽然间发现我一度想说要不要换麦克风，想到你的脸庞。和你说过的话，大家记得去看哦，可不可以？破隆破隆破是什么啊？我也不知道哎，破隆破隆破是什么？什么是破隆破隆破？都难以表达。因为你让星星都闪亮。本丸大第二天也有拍，不过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会上传。等人等人等是第一天，如果没有的话就算。有全部人的吗？有没有那个等人等人等等人等人等的正面？你刚刚唱的，你说波浪波浪蹦，波浪波浪蹦。巴浪巴浪蹦，然后这个是巴浪巴浪蹦跳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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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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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世界再大眼睛只能够看见你，就连空气都不对，很可惜你却。世界再大眼睛只能够看见你，很可惜你却怎么样？很可惜你却是什么？祖祖下次开播是什么时候？礼拜三晚上，你要看全部人的、哦、有吗？一跟三，礼拜三晚上。啊，对我不睬也不理，很可惜你对我不睬也不理，很可惜你，很可惜你。却对我不睬啊，却很可惜，你却对我不睬也不理，又是伤心剧情，准备失恋的勇气。嘿一夜一夜，好多真没在你身边慢慢靠近，就连空气都感觉到有些拥挤，不起眼的花朵是不是要枯萎之心？你又要去约会。不是要吃饭吗？我要去吃饭了，我要去吃饭了，大家。歌词不熟哈，没有，因为第一段不是我唱，一直以来都不是我唱，我一直以来都是唱第二段。原来你是表演型偶像，什么是表演型偶像？咖啡店在播放的那首歌曲。好想知道我所有的秘密。两天表演辛苦了，赶快去吃饭。你们也辛苦了，你们真的很棒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那个
你们喊起来真的是很嗨很嗨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当下本来都很紧张，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不紧张。谢谢齁小宝的红包。没吃饭就没有双下巴了，不行。推推宝哦，你怎么这样子？谢谢齁包。不用戴口罩喊起来就轻松很多，你们就不会。不用戴口罩喊起来就轻松很多，你们就不会快要断气吗？第十名，杨熊宝宝，谢谢熊宝宝一五，哎，谢谢熊宝宝。第九名，竹轮宝宝，第八名，嘿，杰克宝宝，第七名，机会，第十名，博成宝宝，机会，第十名，博成宝宝。第九名竹轮宝宝，第八名中银宝宝，第七名嘎逼宝宝，第六名欧比王宝宝，第五名推推宝宝，第四名罕吉宝宝，以上宝宝谢谢宝宝，第三名。第三名威力宝宝，第三名威力宝宝，谢谢威力小宝贝。第二名吉米周周小宝贝，呀呀。第一名吼吼小宝贝，以上拍手，谢谢宝宝们。然后你们猜错了，我是跳噔噔噔噔噔噔，嗯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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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谢谢祖祖直播辛苦了。居然不是斑马，谁是斑马？我一定要跟大家老实说一句话，就是其实我那个温布顿的时候有唱错歌词，而且我是脑袋忽然间空白那种。向神祈祷保佑你如愿夺冠，我这样。神祈祷保佑你如愿夺冠。忽然之间脑袋有点跟不上嘴，然后那个啊，肚子饿饿了，有没有听到我肚子咕噜一声啊？还有那个什么啊，我肚子又咕噜一声，然后那个什么，憧憬中的一对一那种安排，这一对一那种安排。温布顿很漂亮，我是说衣服去吃啊，我肚子又叫了啦。短裙很适合祖祖欸，嗯，在我身上又更短。那姐姐会帮你改衣服吗？不然真的很小件。不会，换一套好看的衣服了啊，好看的衣服。哦，你说居然不是那个 B 吗？斑马吗？肚子很激动哦，去吃啦，我肚子真的饿了，我赶快去吃饭了，大家拜拜。你没有听到我咕噜三声吗？我饿了，真的饿了。是姐姐不会，还是祖祖不要改？应该是衣服不能改。对，条码之前有了，我之前已经哔哔哔。但我真的必须说，林婷丽穿这件衣服为什么这么好看？她穿起来比我好看一千倍，我穿起来就是普通，很普通。但林婷丽穿起来很美欸。林婷丽怎么可以这么美？她怎么可以这么适合这种黄色、绿色这种？她真的美到爆炸欸！我刚刚那时候看到照片的时候，想说美到爆。我本来以为你会跳钢琴家，大家都以为我会跳钢琴家。我也要红包。不行，去哦。谢谢黑杰克的红包，因为保利好正啊，真的欸。这个答案保留到你吃完饭再说吧。我们礼拜三再来讨论为什么林婷丽这么漂亮。大家拜拜！我现在听到了，你也很美啊！我是噔噔噔噔噔噔，我是可爱爱，拜拜。